你就穿成这样去面试吗？与你无关。我记得我跟你介绍过一个年薪30万的职位，毕竟 被 MH 最后一轮面试刷下来的人，还是很多公司想要的。同行这么残酷，是不适合你的。话不要说的太满啊，小心一会儿你的脸会很疼。 怎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你好，我是来办入职手续的新人，将军。嗯，你好，这边请。 将军上一轮面试的时候，不是已经被淘汰了吗？人民银行将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系统。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按照债权、债务在托管机构登记日计统计。以上是我的报告。 你知道你表现最好的是什么吗？你的气色，你的气色是全公司最好的。我的气色？你不知道吗？在 MH， 一个人睡眠充足、精力充沛、精神良好，说明他根本没有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当中。蓝星公关 C 轮融资毫无结果，你居然连问题出在哪儿都不知道。行业进入衰退期。 资本都在观望，融资一直无法落地。我看你才进入了衰退期。辞职报告，回去签上你的名字，下午交到我办公室。荀总，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机会是给有状态的人，对不起，你没有机会了。荀总，我下周就要结婚了，我现在辞职，我怎么说呀？你就说，你可以好好的结婚了，出去。荀总，出去。 MH 是作为上海券商下排名第一的投行部门，既然站在金字塔的顶端，就要随时具有被替代的危机感。所以在 MH 效率第一，今天有4位新人通过了 MH 1%的面试，正式入职，也正式给大家介绍一下，进来吧。 你们4个人在 MH 会有3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间由我考核。整个 MH 是靠一系列指令模式来完成的，指令就像你们的源代码，一旦植入高速运行，直到完成。这间是范西商范总的办公室，没事不要接近这里。这边是马总办公室，马总是一个很讲究细节的男人，所以你们如果谁分到他的组，自己小心一点。这边是打印室。 这边是资料库，这里是我的办公室，前边是袁总的办公室。袁总，想必你们一定听说过 MH 的不败战神，只要他出马，没有完不成的案子。我呢，不喜欢别人和我穿同色系的衣服，以后自己注意一点。好了，基本介绍完了，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 不败战神，我倒是想看看以后败在谁手上。老大，打听到了，是林泰墨林总给将军做的引荐。林泰墨，你先出去吧。 既然进来了。
只有让你亲眼看到投行的残酷，然后心甘情愿地退出。某些人真是有背景啊，高层力挺否决了面试的结果。早知道这样，还装模作样的走什么面试流程啊？不如直接空降，还显得不那么做作一点。靠权力的意志践踏了 MH 的公平，这样的人啊，确实不该与之为伍。我估计墨子听到这样的事情，也会被气得吐血吧。将军，这家伙什么背景啊？高层力挺，我们应该联合起来孤立将军。为什么？他是靠权力的意志进入了 MH， 他践踏了公平啊。也对。你要的，谢谢啊。那个，你是有话要跟我说吗？有时候行动呢，往往比任何解释都有效果的多，所以你没必要那么在意他们说的。谢谢啊，不过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啊？我的意思是，其他人更愿意相信自己想相信的，你为什么愿意相信我？我也算不上相信你，只不过更不愿意随波逐流相信他们说的。将军，严总让你去一趟办公室。哦，好。不管怎么样，谢谢你和我说这些。进。你找我什么？不要以为你有林泰墨做靠山，你就可以安稳的待在 MH。只要是拖后腿的员工，我一样有办法让他离开。这个是科朗药业的资料，你写一份尽职调查报告，尽快交给我，不要让我催你。有什么不懂的，你可以去问苏畅。科朗药业是近几年医药制造业崛起的明星企业，他们现在应该也算是启动 IPO 呼声最高的企业了吧？记住，试用期的员工一旦失误满三次，试用期判定不合格，报告出错或是未完成，都算是一次失误。我会认真完成这份工作，证明我来 MH 并不是因为我是谁的人。为了再次打你的脸，我会全力以赴的。你要知道，力的作用是相互的，脸疼的同时，手也会疼。你为什么不再给他一次机会？那个陆远，他要结婚了。离职是工作失误的结果，结婚是一对恋人共患难的开始，两者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我觉得你不近人情，这不是你该管的事情，你要做的就是引以为戒。面试的时候你淘汰了我，而我再次出现在了 MH， 对此你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跟我说。我和你就像是蚂蚁和车轮，你慢慢爬行，我滚滚向前。太好了，希望年初必行。尽职调查报告尽快写完，不要让我催你。好的，车轮先生，我会尽全力的。蚂蚁小姐，我有种预感，你在 MH 待不过两周的时间，好好体验吧。你还是想把我赶出 MH？ 我的判断是很准确的，就你现在这种状态，估计两周都待不到。
咱们走着瞧。我觉得我现在就像颗手雷，状态炸裂，多么坚硬的绊脚石都挡不住。你知道你现在说的话有多可笑？把你说的话谱成曲，两周之后，哭着唱给我听。做梦吧，车轮先生，祝你早日光彩。静姐，我必须要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我找到了一个超级满意的工作。不愧是我的小丽丽，找份工作就是如此轻松。啊，对了，你第一天上班感觉怎么样啊？就领了一堆统计数据的杂活喽，毕竟刚来，还要熟悉好多的项目资料。这行数据有问题，这儿、这儿、这儿、这儿，全都是错的。就你这样做报告，很快就会回家了。重新写一份，送到我办公室。顺便下楼买杯美式去冰。我吗？这里除了你，还有第二个人吗？我是新人，领导安排的任务应该尽职尽责地完成。我们店呢是24小时便利店，所以需要三班倒。你的主要工作呢就是负责收银，但是目前店里人员比较紧张，所以偶尔需要帮忙清清货什么的，可以吧？嗯，好。好，那我教一下这个收银系统怎么用。你看，如果有客人来，他买了一盒这个巧克力，你看这上面有这个条形码，你就对这个条形码就这么扫一下，上面就会出现它的价格，然后我们就问客人，他是选择支付宝或者微信或者付现金，然后店长付他的货到了，来接一下。我的货到了，我先去入一下库，好，我先自己熟悉一下，好吧？好。好，往前往前。很简单嘛。和泡面伴侣摆在一起，这颜色搭配成中毒了一样。你好，好了吗？结个账这么久啊？不好意思，我傻，能不能快点？不好意思，我今天第一天上班，系统出了问题，稍等一下。
先生，请问你需要什么？我是来蹭网的，就蹭网费。君君，你到家了吗？没呢，今天我可能会回去的很晚，因为我还在图书馆查资料，甚至可能要彻夜战斗。我可怜的小君君，我也得加班。不过，我觉得现在加班很好，今天的夕阳也特别的美。现在便利店都要名模站台了吗？我是来做营业员了。你不是要追逐自己的梦想吗？我觉得这里的环境特别好。给你个机会说实话。好吧，其实我在这家店里面发现了一个绝世帅哥。他完美贴合我的男主形象，而且他可是这家店的常驻顾客。其实我是想要近距离的观察一下我的取材对象嘛，要让我的小说内容更真实嘛。那就预祝我们丽丽早日成功喽。谢谢我的君君，我会加油的，你也加油。元气满满的一天，冲呀！就算前路艰难，今天也要元气满满，哦耶！一杯拿铁。好的，请稍等。这么巧？杜先生，你怎么在这儿？哦，刚约了朋友，不过他好像迟到了。你呢？我查一些资料。哦，对了，上回在回望图书馆托你的福，我才能顺利入职 MH， 还没好好谢谢你呢。哪里，其实我是老而已，我也没做什么。倒是你，刚入职就这么勤奋，我猜你的上司一定不好搞。岂止是不好搞啊，他简直就是魔鬼。这么难的工作，那他对你期望一定很高啊。蚂蚁小姐，我有种预感，你在 MH 待不过两周的时间。好像是挺高的。您的拿铁好了，谢谢。介意请我喝杯咖啡吗？当然，好的了。
你看啊，你的这份尽职报告调查里呢，只注重了公司内部的情况统计，缺乏公司对外投资的情况介绍，包括投资金额、投资比例、投资性质，还有投资收益等。最重要的是被投资公司的情况介绍。真是听君一言，豁然开朗。不过杜先生怎么会了解投行这么多啊？你在哪家公司高就吗？啊，我是投行的培训讲师。 只可惜约了人啦，不然我一定要请你吃顿饭，我可欠你两次谢谢了。喂，好，马上出来。那我就不打扰了，我先走了。这次确实不巧，希望下次有机会能够跟你一起吃饭。 刚做好的报告，别临时了。那你怎么办？刚来接我。好吧，那我以后找机会还给你。我先走了。注意安全。看他这么出神啊，要不我自己去吃饭吧。 早就饿了，走吧。你帮他见到林太末了？嗯，我还有一些考虑，所以没提前跟你讲。别忘了，你是我交出来的，你想做什么，是瞒不住我的。你说过的，我会以后来的。 看来您已经想好办法怎么赢元帅了。田忌赛马，安的先赢一局。等我安的还的时候，就是一无所有的大王了。我很喜欢你现在的状态。大家把手里的资料再整理清楚一点。 好吧，散会。谢元总。将军，你留一下。我看了你写的对科朗药业的尽职调查报告，我想问你，调查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调查的最终目的。 是为了寻找真相，而不是做一个资料的搬运工。你的真相在哪儿啊，将军？你记住了，真相就像是一个流浪汉。你在说什么呀？我听不懂。假象看上去往往都衣冠楚楚、高贵优雅，就像是一个王子一样。可是真相呢？ 真相往往都在最肮脏、最不公平、最不起眼的角落里，充满了愤怒和怨恨。不是，你觉得我的报告里面没有真相？科朗药业的董事长曾涉嫌转移公司资产，想要揭发这件事情的人被离职了。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吗？你的意思是，我要找到这个人。 去问科朗药业药所有的人事档案，找到这个被离职的人，查清楚这件事情，重新写一份报告。好，我提醒你一句啊，我交给你的第一次任务不达标，我也说过了，三次不达标，自动离职。哼，跟我干什么？但我也没有用。
你反正不用紧张呀，还有两次机会呢。喂，你好。哎，你好，我是 MH 投行部的分析师江军，今天约了邓总见面的。啊，不好意思啊，邓总今天去跟朋友打高尔夫了。打高尔夫去了？那您方便把地址告诉我吗？我跟你们提前约过的。稍等。东大北路的高尔夫球场。好，谢谢啊。将军申请法务部向科朗药业发法务函，催他们提交人事档案。然后呢？法务部拒绝了他的请求，不过将军好像想到了新的法子。据我观察，将军一切正常，心智坚定，完全没有因为遭到强权的压迫而气馁。你说谁强权？我是说你交给将军的工作是不是难了点儿？每个想要进入 MH 的新人都要经受考验，将军他也不例外。邓总，您好。你好，你是？我是 MH 的分析师将军，有重要的事情来拜访您。你们 MH 是没有人了吗？找个小分析师来跟我谈事情。怎么，你们 MH 的分析师还有当球童的爱好吗？赶快回去吧，你的这种笨办法对我一点作用都没有。邓总，我认为捡球是一个能成就千万财富的产业，而不是笨办法。在高尔夫球场上，有数以万计没有进洞的球都是捡不回来的。如果把这些球回收给工厂，再通过分拣器筛选出不同品牌、不同质量的球，再以50%的价格重新包装，这个商业案例呢，已经有人做了。我用不着你来浪费我的时间在这里告诉我这些。科朗是 MH 的客户，您负责花钱，我们负责帮您赚钱。既然您不想搭理我，我等不到您，我也不会离开。我只有抓紧眼前的机会，履行我的职责。哦，你刚才说你叫江？将军。将军，说吧，什么事？我们公司想要拿到科朗药业所有的人事档案，但是您这边负责对接的人一直不肯配合。我知道这件事，我们的人觉得你们要的这些人事档案对你们尽职调查并没有什么帮助。我刚才一提到人事档案，您下意识摸了一下帽檐。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您很紧张这件事。球捡得不错，想象力也很丰富。人事档案是否有价值，应该由我们来判断。您如果一直不提供的话，我们会怀疑其中有敏感信息。怎么，你们不了解的事情就觉得有问题？我觉得是你的逻辑有问题。拿不到人事档案的话，我们无法完成竞调，那意味着并购将延期。并购阶段延期也很正常的。延期会产生不确定因素，我相信科朗的董事会会质疑您驾驭并购的能力。而且据我了解到，您的前妻掌握着20%的决定权股份，如果并购延期的话，他很有可能会卖掉股份，那么根据对赌协议，您手中的优先股将会被置换为普通股。好，既然你们想白费力气，我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我会让人把人事档案全部都调出来交给你，等一下你可以去我公司人事部来拿，到时候你就会知道你们的要求有多愚蠢了。谢谢您的配合，那我先走了。等一下，在球场
想要当好球童呢，一定要先懂得球场的规矩。将军想将我的车，再多捡几个球吧。我们邓总已经跟我打过招呼了，前面呢就是我们的人事科档案室。哦，刚刚已经有你们的一个同事也过来了，他已经在里面了。是吗？那我再带你过去。哦，好。这里呢就是我们的人事科档案室了。什么是你啊？听说你单枪匹马勇闯科朗，来给你助助力。好了，二位，那你们先看着，门禁卡就交给你了。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的话，随时可以来找我。麻烦你了，不客气。这么多？生产型企业，很正常。这些冰山一角，那还有呢？来吧，来吧。什么情况，老大？你终于来了！哎呀，我跟你说，我眼睛都花了。你快帮我上趟厕所啊！去去去去去，哎，去吧。哎。哦。哎哎，别下！我刚整理好的资料。吓死我了！这就是你整理的？肤浅！别看我这些资料摆的乱，都在我脑子里记着呢。这身是交社保3年的，这是刚离职1年的，这是刚入职1个月的。这个呢？这是入职2个月的。我找。有什么结果吗？把公司记录和离职人员档案进行了核对，发现少了一个离职人员档案。一定是科朗药业故意隐瞒的。嗯，有名字和社保记录，我应该能找到这个人。一定要问出点东西来。哎，还没下班啊？啊，还点工作要忙，马上就下班了。啊，你别给我辛苦的。啊，那再忙也没你们辛苦啊。你看一下这个。云帅，你都有抬头纹了。一寸山河一寸血，你呀，为了你的颜值着想，就应该记住我在面试的时候跟你说的话，投行不适合你。士别10年，您真是近视的厉害。谁近视啊？你看我的脸上有皱纹吗？什么情况？停电了。啊！邓总，事已半妥。怎么？你难道还会担心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会有危险？啊？别担心，我来想办法。哈哈，啊，某些人外表呢是一个高端职场精英，没想到做的事情这么不靠谱啊。
真是讽刺啊！老大，怎么了？被锁住了。你别着急，我找人来啊。快去吧。哎。别叫了，你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的。哎，我发现你好像很享受待在这儿啊。其实没有多享受，但是呢，我看见有些人迫不及待想要离开，但是又没有办法。哎，我就觉得待在这里还是不错的。哼。跟你说，我跟你就八字犯冲，你没来之前我一整天都好好的，你一来停电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房间里面应该会有备用电闸。还能猜啊？你想想看啊，这个房间里面放了这么多重要资料，隔壁是财务室和研发资料室，相对于那两个保密性更高的房间，备用电闸在这个房间的可能性更高。找吧。嗯。见鬼了！屋漏偏逢连夜雨，跟这个魔王关在一起，大姨妈还要来凑热闹。啊！找到了，就在那儿。你过来，我抱你上去。慢点。男女授受不亲。江小姐，你是从封建社会穿越过来的吗？还是说，你内心？是希望和我一起共度一个美妙的夜晚。你可别不要脸了。你怎么了？没事，中午没吃午饭，胃疼。来吧。到现在还不会解结带吗？谁说我不会了？教了你多少次？先系一个活结，两只手交叉，从中间一掏，这不就好了吗？那这边，再教你一次，先系一个活结，然后再两手交叉。再一掏就好了，看明白了吗？对了，保护你是我的工作，教你东西可是要另外收费的哟。可是你上次借了我块巧克力，到现在都还没还呢。巧克力算什么？系鞋带这么复杂的事情
巧克力根本不够。这样吧，你叫我一声圆圆哥哥，这次就当你抵消了。圆圆哥哥，哼，这还差不多。走吧，上课快要迟到了，快。哎，你等等我。好了。学会了。Make you sad.